之前陪阿翔爸妈去做白内障手术时，聊到在他们的年代，他们的蜜月旅行居然是仅仅靠着一张纸本地图就可以完成搭火车去南投玩呢。不如这趟旅行带上我们的爸妈一起挑战搭火车跨国。哇，你爸难得配合哎，真好。他只要有凉的，他不管了。妈，人生不会吐东西的、欸。这是我这十年来吃过最奇怪的食物，它像叶子加。对，我觉得这边植物实在太懒了，这边的花就跟我们英文程度一样，我只知道 flower， 软弱是，我们大概就是这些而已。大家早上，我们今天来到他们的港市。这间是评价数一数二多的，但是重点是 Google 上面非常多人说很便宜，可是我们来之后其实看起来是挺吐血的。这四颗而已，这个尖角8块，差不多200台币，几条狗咋抠台票哎？你看我讲话还会抖，这一杯100耶，100台币耶，都一块。这粥不会难，这粥蛮好吃的哟，基本款嘛。干香的，这个就是它的饭，类似米糕啦，比较矮的米糕。好奇跟大家聊，新加坡朋友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吃完这天早餐，他们就问他说：“哎，有没有卫生纸？”然后他就拿了一包给我，他就一包0.3，在台湾卫生纸就很常见，你丢在桌上，大家可能不会觉得这是什么，可是可能在这里的单价不便宜，所以大家甚至去吃饭的时候会用卫生纸占位置。我们现在来的地方就是新加坡动物园，可是我刚刚跟你讲陈浩是真的，他真的是号称亚洲第一，然后世界前十的动物园。然后我有事先先上网买，因为价格会比较便宜。它相关的我会帮你们下网，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用。因为你假设到现场买的话，好像贵个200-300块之类的。哦，那差蛮多的。也蛮推荐大家还是事先先上网买。看票价，看看票价，今天才好，因为你也不知道，好，票价多少？好，多少？800。才1200，大概1100。1100，哇，我真的猜对。还是亚洲第一高。第一高票。这个反应我给满分。它好多那种蝴蝶聚集的那个盒子哦。哇，你看它在吸蜜耶，然后超多小朋友在这里很快乐，可以那么近距离看到蝴蝶觅食，蛮难得的。你看它们的触角，其实近看它就是翅膀比较大的蚊子而已，幻灭。想要进去下一个广场，不知道这里是否鸟的吗？你看左边一只鸟，然后你看这里也有人哦，停在树上的，然后这里也很多，你看随处都在走。那你看这里，这整个几只鸟鸭啊，它松鼠也是，有没有？你看我们的距离就这么近哦，它也完全不怕哎。它是受伤吗？还是它装死？它受力功力来了，你要找我再睡。站起来了，真的是装受伤就对了。它怎么走歪了？它想要跟你玩，它的头发好漂亮。哎，它拉屎。你们刚没看到对不对？对，写程式写太多天，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写了，然后就变这样子。老板，我想下班。疯掉哎，这里好好玩哦。而且它蝙蝠跟鸟是共存共养在一起，也许大自然就是这样吧。哇，你都不怕、喔，不怕打你脸哦、喔？你小心啊，你不要被它抓眼睛，你不要头不要靠近好了。哇，你跟它照一张，拍照、喔。好近哦、喔、！Oh my god， 我们就这么近哎、欸，心里有点小激动。它加分哦、喔，它加温，也要加大概20%。我觉得这一区啊，如果你有小朋友啊，是一定得必须来的。它不是那种很常见的兔子啊、羊那种，它都是我们很少看到的那种的。澳洲区。好小哦，你有看到吗？嗯。哎、欸，它有指甲嘞。树袋鼠。你看他手扶着自己的脸，面壁思睡。大家觉得像吗？有点好笑。这应该是猴子区哦。我觉得他这设计超棒的是，就它下面是有个洞的，然后会用树枝去挖这个 V 字形的东西，然后它手伸进去，用手肘把它扣起来。它应该是引诱让动物可以靠近这边，这个设计蛮好玩的。这个脸很挑衅哎，只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嘿兄弟，你别安尼啦，我紧啊，代志过去就算了。恁啊恁啊，别想遐多，代志如果我算好，我紧吼。
长颈鹿超可爱的，看起来很乖。长颈鹿可凶的，真的哦，它脾气很差。你知道长颈鹿怎么打架吗？脖子哦。你讲，长颈鹿打架的话，两个会互相脖子甩对方。他说这是长颈鹿的舌头，你看这是我的手。那他舌头也太长了吧？他这舌头应该可以让人窒息了。老鼠一号，老鼠二号，老鼠三号，大家都是这个懒样哎，好好笑哦。那个 Google 翻译说它叫野蹄兔，它其实是跟大象还有海牛有亲缘关系。它好远哦，在非它应该在非洲区域的。因为我很近耶，马来熊，它且是世界上最小的熊。没吃完它就走了，不管。我发现特别的时候，它会在一些时间点玻璃区投喂，它们蛮用心的，蛮用心维护。它就在脱皮，哎，对，它皮掉了。它刚好在脱皮。两个石头中间，它颜色很像。对。我爸在跟他回说，他说他刚搞垮了。真的很酷，很酷。哦，它睡觉了，有点可爱。猫。哇。难怪我刚刚一直想说这是什么声音。它这设计蛮好玩的，动一下它到底。保护色。这是老虎在世界上的分布，怎么距离那么远都有老虎啊？还有白虎哎、欸！看印度哦，所以到时候到印度骑车就需要小心。QQ， 哇，狮子来了，它难得过来哎、欸，果断休息。到了暴区，它懒懒的躺着，在睡觉、啊。嘿、hey ，这竟然有鳄鱼哦！它就这样飘着哎。Holy crap！ 我就是水上只看到一颗头，有前方水下是怎么庞然巨物？水下，水上，水下。它的尾巴好神奇哦，为什么会有这种鳞片存在？哎、欸，这些乌龟也没在怕它的、欸。小朋友在跟他喊的哦，哎、欸，在那边，这是河马吗？哦，好近哦。哎，好臭哦。看宝看满，但好开心，真的是很近距离看，超级近，而且它有更多是那种玻璃的视窗，动物也可以靠近你，蛮可爱的。对，我们要上车了。这边角度蛮好的，其实坐游览园车这样子玩，这样真的蛮好的。把这脚是说这样子又凉又舒服。对啊，我们要前面只要看我们的角度对。然后它就会讲说你在哪一区跟故事，后面这个它就可以播放中文，你可以选择语言。肉一肉，你先看这个，它三只叠在一起了。好可爱哦！这个蓝上加蓝哦，真的可以吗？够马赛克。这是什么？这个双下巴哦。哎呦！它很像双头蜥耶。它比较像是海参。可以到那边蹲嘞。有在蜥蜴装在那个龟壳里面的，所以它名字就叫大头乌龟 ，Big Head Turtle。你在南山吃吗？哇，这好特别哦。好可爱哦！好像假的一样。那个颜色又不一样。对啊，他现在正在做皮拉提斯，皮拉提斯蛙，你看他这个筋的柔软度。对，这间你们喜欢吗？还可以啊，我觉得越走越好玩呢。对，群会比较特别，颜色不一样。它是应该可以说比较可以去更接近那个动物的。而且在找手表，刚才小朋友把手表丢下去，他还帮他捡起。哇哦！现在在宣导一些塑胶的垃圾跑到海洋，会导致一些动物灭绝。等于说这表演会动公司带一些教育意义的东西。他说有些动物受伤就比较惨。那
那我们现在已经逛完动物园，快速给大家个心得。我没有想到说它比我想中更好玩一点，然后也蛮丰富的，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动物的种类跟它的路线，我觉得都安排得很好，然后 App 也不错。老实说，我可以理解它为什么是亚洲第一，然后甚至现在是我心目中第一名的动物。假设你不想要做里面的餐比较贵的话，那也可以考虑自己带简单的外食。有小孩或是有杂物多的，你自己带推车，因为这里租也蛮贵的。数到三，下次会考虑再来。门票一个人1200的举手。1、2、3。没有来过的我会推荐。你都不敢带口香糖？可以带，可以。哦，其实可以，只是不可以卖口香糖。你带一两包来吃，你自己吃了还好。你带整箱来，你是在卖。这样吃口香糖没关系，没有关系。丢就另外那个是。不行，乱丢了。那个正常丢在垃圾桶没有差的，对不对？对。这里附近啊，新加坡是有机的。我知道他们合法，就在这区不是吗？亚龙这边吗？那他们里面比较多是华人还是？没有没有，就全部都有。但是他们有一个规定，他们不可以嫁新加坡人。哦，是哦。早安，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要来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对，这边其实我以前来过，可是这次主要是要带洛伊跟洛伊妈来玩。环球影城这边也是世界上最小的环球影城。然后听说他在平日的时候是不一定要买快速通关票的，可是他在线上买会比较便宜，所以大家一样，我们也可以帮你先下方的说明。如果你住的没有很远，基本上你可以 call grab。你们人多的话，很推荐啊。人少的话，还是搭捷运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进来了。今天其实我感觉人没有到很多，老实讲，要不然还是要跑起来让你怀念一下。不要跑。变形金刚，我们的第一站先去变形金刚，因为刚刚这里的 staff 跟我们说，变形金刚是最排队的，所以我们先来去。你刚才是有吓到我，有吓到你。你们会怕吗？我会怕，我超怕。你会怕？我一直叫，一直叫。你每个人都有叫，我有叫。真的哦。但他不会打到你的，是那个他对靠近你就会吓一跳。我刚进去之前想说，还是我等阿翔，我不要进去好了。不会的。好，我们现在去跟变形金刚拍照。他们这边园区就是我有一些卡通人物啊，或一些电影的，他来给你拍摄。我们在环球影城。我们下一站也是听说很非常热门的，叫做侏罗纪公园。可是今天来环球影城的人没有很多，所以应该还好。And face me very good. Very nice. 我们要看看肉鱼到底会不会怕呢？它会上上下下。好，我相信你，这直接是脱水。他连那个救护村、救护三、救护都等级都没有到，对，确实一吧，连肉眼都可以讲出我爱新加坡，就知道是多简单了。真的，这关很简单，大家可以玩，大家参考我，我不玩就不要玩。很近看，东海西很漂亮。后悔了。对，我就问，这个可怕吗？它真的速度没有很快。玩所有全世界的游乐园，我第一站就来新加坡这个环球影城，我可能会爱上游乐园。以前那个弟弟小时候啊，要去游乐区玩的时候，他什么都要玩。后来我就告诉他，那断腿身高不够，他一直吵日吵。后来我就去跟工作人员讲说，他敢坐，差一点点而已。后来工作人员就放行给他坐。我们上去排队，越排越高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们要坐，所以你不要给我吵，你不要给我吵说你要坐。”然后就去做了。哎，我还蛮担心他造成阴影，但是他很吵，我就要他为他自己负责。一定很多带过儿子的妈妈，或是现在有儿子的妈妈，一定心有戚戚焉。到了公主世界。
叫太空堡垒，它分两种，一个是红线，一个是黑线。黑的那个比较难，它是悬空的，它倒吊。你敢玩这个吗？你敢玩这个？爸爸不玩哦。假设你更年轻的时候，你跟我玩这个吗？我跟你做过一次啊。你没有做这个的、啊。比较小的那个。Oh my god！ 我发疯了，我担心我妈哦。我刚刚跟她讲说，妈妈，如果你真的怕，我们就不要做了。我现在是一个女人很担心的心情。阿小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类要做这种自虐的事情吗？疯了、啊。疯了，那阿小妈你觉得呢？我也要求刺激啊！我觉得很自虐耶。这速度比较快，快很多。妈妈，这边里面最可怕的，因为这个你妈，我刚才有看她表情，她有一丝丝的比较怕一点点，但是她大多数的情况下我都觉得她没事。你们两个坏掉了，妈妈你好厉害哦！因为这个会这样左旋。哦，对啊，它会倒转。老实讲，我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没有我不敢玩的云霄飞车。我妈刚刚偷偷说，环球影城比她想象中更凉。对啊，我们下次跟你来坐云霄飞车。谢谢，不用了，给我请我门票我都不要。好，那现在1:30，我们要前往去看一个秀。这边的秀反而是我在8、9年前来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他的东西，老实讲，我今天晚上我已经完全忘光了。环球影城大概玩一整天也玩完了，虽然说它是一个最小的环球影城，可是我们那也玩了大概快到4点。我们是假日来，我们下个礼拜天来，其实它没有什么排队，所以说它虽然说它小，人比较少，可是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好处在的。环球影城你开心吗？很棒。别人问你说，哎，新加坡环球影城，你跟我推荐。好啦，很开心带你来一起解锁环球影城，这是我们一起解锁的第一个国外的游乐园。行程来到这里，代表新加坡的旅程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在这座多元文化的城市中走走逛逛，吃了超终极的印度料理，去了世界第一贵的动物园，好像一次体验了好几个国家的旅行。也没有想到我妈妈胆子竟然这么大，居然把环球影城的游乐设施全部解锁了。但是我们真正的旅程其实才刚要开始，肉鼻头的火车横跨五国的冒险之旅。30年前，爸爸妈妈小两口在台湾火车度蜜月，他们肯定没有想过30年之后重启火车度蜜月40周年纪念，两家五口的国外跨国冒险之旅。这趟旅程集合了每个人不同年代的回忆串联，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体验各种奇怪的第一次：第一次火车跨国，第一次火车上睡觉，第一次火车站过海关，第一次跟父母火车旅游，还有好多意想不到、太多太好玩、有趣又恐怖的第一次。这个神奇的火车跨国系列，大家记得追起来。来，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换乘马来西亚速度最快的火车，一路往我们的第二站、第二个国家——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发吧！今天算是火车之旅，从早上一直搭到晚上。你们以前有遇过火车的门没有关吗？有啦，多多少也有遇过。我没有遇过，我刚刚就想说，他怎么没关门？我们来买看看，直接在他们这边点个餐。它是鱼浆甜不辣，它是青鱼的味道，超特别，超特别。哎，他很可爱，他跟我们送行。